同学，在第十六讲，我们来谈这个赠与税了哈。那当然，我们先谈一下基本概念哈。那赠与税就是说，假定一个人，一个自然人呢、哦，对于他人无偿给予他人财产，那这个财产当然包括动产、不动产及其他一切有财产价值的这个权利的这个行为啊，就要来课税啊，课税哈。 那为什么说赠与税有这个赠与税哈？而且赠与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赠与人，哈，除非这个赠与人跑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找受赠人算账，否则的话是对赠与人哦。那一般来讲感到很奇怪，哎，给人家财产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课税呢？是不是？哈？那这里面我就讲了一个实际案例哦。 在六十四年的时候，我在财政部稽核稽核组啊，从事查核工作。我们查了一个叫有车无税哈，那有车无税就开着这个奔驰三百的车子，S e 的三百的车子，哎，结果没有缴个人所得税，哈，那我们就感得很奇怪咯，所以去查了。那就是一个一个女性哈、啊，有一位小姐哈、啊、等等，那结果我们就问她啦，说在哪里高就？她说没有啊，没有高就啊。 那有什么所得没有？没有啊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奔驰 S E L 三百的车子是是怎么来的？我们不好意思说是不是偷来的了、啊、哈。那这个女孩子单位工勤调掰，然后骗笑，然后三瓦说别杀的哈等等。那我们说可以呀、啊，是谁送的？那结果哎、欸，是某一个公司的董事长送的。好，那呃我们那时候年纪也轻嘛，所以马上就找这个这个董事长啦。 就董事长不在，这、就、个、是、他董娘在哈，那我们就把这来龙去脉跟这个董郎董娘讲了。那当然，这个董娘就跳起来了哈，说外面的呃家里的家里面的这个家花不如外面的野花，对不对？这个董娘开的是呃翼龙索尼亚一千两百 cc，外面的野花开的是 s e l 变成三百哈，这个是他们家庭的事情不管了。结果隔天早上哦，这个老板就气扑扑的就跑来了。 骗笑哎！我上人车是该有什么关系是没赛？我当然当然是可以啊，你要送可以啊。问题是当时的免税额才十五万呢、啊，所以三百万减掉十五万，对不對？两百八十五万就要扣赠与税哈，等等哈、啊。所以这个赠与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被查到哦，哈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诶，国税局他掌握了很多的资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个查这个有车无税的就查到了嘛，是不是哈？ 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赠与税？最重要就是说怕遗产税逃漏掉了嘛，怕遗产税逃漏掉了。那呀，假定不刻遗赠与税的话，那一个人快死掉前一个小时、前一天好了，对不对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赠与给别人了，那糟糕了，你就刻不到了嘛。好，所以虽然夫妻不刻赠与税，但是是两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假定赠这个先生认为说，哎，快死掉了。 所以赶快把他所有的遗产产捐赠给未死亡之前捐赠捐赠给他太太，那配偶之间的赠的赠与不可赠与税啊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超过两年，你两年之内的话，还是要回来课课遗产税哦。好、哦，千万注意哈，等等，所以两年的时间哈，等等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谈到赠与税的构成要件，构成要件当然是人的要件，当然一个是课税主体跟纳税主体哈。 那基本上来讲，课税主体那目前是国税局的哈，我们就不再说明了。纳税的主体跟遗产税是一样，因为赠与税最主要的是要配合遗产税，避免遗产税遗产税被逃脱掉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这个纳税的主体、纳税义务人哈，原则上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赠与人哈，赠与人哈。那另外的。 有例外的情形啊，假定是受赠人，就赠与人跑掉了，那当然找受赠人算账啦，或者是委托人啊，或者是受托人哈、啊、等等。在物的要件里面呐、啊，我们在看实体要件跟程序要件。那程序要件比较简单，嗯，就是要怎么去申报嘛。那实体要件里面一个课税的课体啊，那课体当然我们分两种，一个是一般赠与，一个是推定赠与哈。好。 一般赠与跟推定赠与，那一般赠与哈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课税范围哈。我们还没谈一般赠与之前，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课税的范围哈。跟遗产税一样了哈。假定他赠与行为之前两年内在中华民国境内居留超过三百六十五天，所以他赠与这个财产，包括国外赠与的财产也要课赠与税哈。那也许同学就会问呢、啊？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美国，对不对？帮小孩买了不动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买了八十万美金，那八十万美金也两千多万的这个新台币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扣？他不申报赠与税呢？因为主要的我们跟美国跟全世界都没有什么邦交，没有定租税条约嘛，所以假定国外财产赠与给他人，对不对？ 或者给他的小孩规定是要刻赠与税的嘛？那结果国税局掌握不到资料了，就没有办法去刻了哈。另外一个怎么样？只有对国内赠与的财产来刻赠与税啊。那这个两种人，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，但是赠与财产前两年内在中华民国境内居留不超过三百六十五天；另外一个是怎么样？是非中华民国的国民，非中华民国的国民。 好，那所以这个是有关的哈，这个课税范围。好，接着、啊、我们看赠与的方式，有一般赠与跟视同赠与哈。我们先看一般赠与，基本上来讲，一般赠与大概就很简单嘛，对不對？给予他人财产，那这个就所谓的一般赠与哈，所以一般赠与哈，好、啊，那一般赠与我就举一个案例哦，哈、啊。 我这几个案例哈，那譬如说有一位太太，对不对哈？那跟她先生这离婚，拿了这个一千万的呃这个赡养费，结果这个太太就把这一千万从她户头啊，就把她汇到在澳洲她女儿的户头，她女儿的户头，这个国税局抓到了，课她赠与税哦，课她赠与税。 那也许同学说：“哎、欸，刚刚不是说到国外财产的赠与不可赠与税吗？那因为这个太太啊太老实了。假定这个太太也在澳洲开一个户头，他把他国内的户头一千万汇到他澳洲户头一千万，然后在澳洲那边再领现金出来，对不对？给他的小孩，那这个资金流程就断掉了嘛，就断掉了嘛，是不是哈、啊？好，那当然就课不到。” 那至于我们国税局能对不对，能不能去去找说，哎，他领出一千万，这一千万跑到哪里去了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，我我们跟澳洲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注税条约哈等等哈。好，那一般的赠议啦，基本上来讲，我们会发生几种情况哦。我再举第二个例子哈。好、哦，台北市这边有个例子啦，有位先生啊，英年早逝。 啊，才这个四十多岁，四十来岁哈，呃，那他的小孩大概有两个吧，都未满十岁，都未满十岁，但他本身还算有钱哈、啊。结果他在未死亡之前呢，啊，他已经得到癌症了，所以就赶快把他银行存款三千万了、啊、汇到他父亲的，汇到他父亲的户头，啊，汇到他父亲的户头。 希望他父亲将来照顾他小孩嘛？结果我们台北市国税局把它当成赠与哦。那以前的赠与税率是百分之五十啦，然后这补税还划呢。那我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是这样认定呢。好、哦，基本上来讲，从社会经验来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太太又年轻貌美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那他当然相信他父亲嘛。 所以我们现在国税局往往啊，这个资金一移转的时候，就把人当成赠与哦。资金一移转，就搞多记得把人当赠移哦。我们的行政法院也是这样子哦。哦，实际上这个资金移转，虽然这个移转，但是这个移转要去看它移转真正的一个性质是什么呢？好、哦，所以这里面千万千万要去注意哈、哦。那假定怕发生这种情况。 所以，我倒认为怎么样，可以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公正，可以公正哈，由公证单位来做公证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<music> 接着，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了哈，也是一般证明啊。我们说。 这个是甲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们说姓王好了，姓王。他投资另外一家乙公司，个人投资了，不是不是甲公司投资，他个人投资哈。那这个乙公司呢，哈、呃，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股东哦。好，那乙公司啊，他就中介瑞典一家 S 公司啊，好，跟台湾的一个丙公司啊往来。 要买这个不锈钢钢胚哈等等，结果碰到诈骗集团，那这个说实在了，这个乙公司啦也没有弄清楚，就介绍了 S 公司跟台湾的丙公司啦，那台湾的丙公司就告了，说乙公司跟瑞典的 S 公司啊是共同诈欺啊丙公司啦，好，然后不仅告乙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也告了。 哎、欸，这个乙公司的纯粹的股东，就是甲公司的总经理姓王哈，等等。那这个姓王的，因为他在甲公司里面是总经理大股东嘛，那假定他甲甲公司的这个股票啊，拥有甲公司股票啊，被银行不是、啊、被法院呐、啊、来来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禁止处分的话，那很可能银行就会说银根，对甲公司来说银根，那甲公司很可能就会垮掉了。 所以律师啊，就建议这个姓王的总经理啊，赶快把他名下的这个这个股票啊，一系之间呢，统统把它过户到他的高级主管那边了。哈，嘿，那结果我们国税局认为啊，这个是赠与行为呀、啊，哎，连补带罚了四千八百多万，因为以前的赠与税率是百分之五十嘛，哈，等等。那当然后来打这个行政救济的。 那确确实实只是为了怕他的股票被这个扣押，哦，假扣押或者是被禁止处分嘛，所以他移转这个股票并没有正义行为啊，对不对？那只是会造成的违法是什么？分散所得嘛，因为原来他拥有这个股票，这个股利是要克征这个姓王的他的个人所得税嘛，现在分散到他五个主管那边的嘛。 那很可能这个税率啊就降低了，大概只是这个综合所得税、分散所得的问题嘛。结果我们国税局也把人家当成这个正与哈等等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同学千万要注意哈。一移转，国税局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正与，来克正与税。当然，目前正与税的税率虽然降到百分之十，但是连补带罚一倍的话，也是百分之二十呢，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可怕哦哈。所以我们要去注意一下。 这个一般的赠与，往往都是分散所得，哈、啊。但是国税局尽量都把你当成赠与，他从严来处分，啊，换成系，哈、啊，西虚得我唔是西边都嘛，哈、啊，等等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视同赠与，视同赠与呀，实际上这个名词、这个法律的概念是错误的啦，因为法律事实不明的时候啊。 要把它告一个段落，所以法律上就用一个叫视同，一个叫推定。像一个人失踪超过七年，超过法定期要件的嘛，就可以跟法院申请。利害关系人可以法跟法院申请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样？死亡宣告。因为你不来一个死亡宣告，所以他的太太也不能再婚呐、啊，他的财产不能继承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嘛。所以这个由法院。 来推定他死亡，来做一个判决，但是假定这个人还活好好的，可以申请怎么样撤销死亡宣告，所以这个称为推定。另外一个嗣同啊，他有的权利能力啊，嗣同既已出生，除非将来死产，所以这个称为嗣同，嗣同不可以举反证推翻，推定可以举反证推翻哈，所以同学千万注意。那我们。 遗产及赠税法这个五条三呐、啊，它是所谓的推定赠与，但是我们把它用为视同啊，实际上是不对的啦，它是推定哈。那推定赠与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要去注意的几个哈情况了哈。第一个情况可能就是未成年小孩购置不动产推定。 父母亲的赠与了哈，未成年小孩，哈购置不动产，推定父母亲的赠与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小孩，对不对？他呃就在台中哈，然后到台北来念大学了。那他父亲有的是钱嘛，啊，所以就帮小孩买了一栋哦、这个，这个别这个房子哈，这个五千万买了一栋房子给小孩住啊，等等。 那这五千万当然就是，而且登记小孩嘛，那这个小孩目前来讲是十八岁，未满二十岁，那未满二十岁，所以这个时候国税局马上就抓啦，马上抓哦，那这边是什么啊？赠与行为，啊，这五千万，啊，你既然没有申报百分之十，五百万再克再划一倍啊，一千万就泡汤了哈、啊。但是假定这个父亲呢、啊？ 哎，懂得一点税法，或者是他的会计师来帮会计师来帮他来规划哦。他有一个未上市公司，哈、啊，然、啊、后本来啊，这个账面价值才十块钱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股票啊，哎、呃，用十块钱呐、啊，啊，来赠予给他的小孩。后来一上市以后，这个股票涨了十倍，变成一百块，所以这个小孩很显然的每一股就多出九十块了吧？所以他可以事先来创造这个小孩的什么呀的财力。 那这个小孩就有五千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五千万，好，那既然有五千万，那原来就五百万呢、啊。现在涨十倍了嘛。那五百万的百分之十，他缴了五十万的赠与税就好了。现在涨了十倍了，变成五千万呐、啊。那这个小孩的财就有财富五千万呐、啊，所以他把它卖了，把股票卖了五千万，对不对？那五千万就存在他账户里面呢，就用五千万去买了这个房子了。他自己去付钱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财力上。 还有资金流程都证明，第一个他有财力，第二个这个买卖是小孩买卖的、啊，那对不起，你就不能克他赠与税了，你就不能克他赠与税啊等等，好，所以未成年小孩购置不动产哈，啊,啊，推定父母亲赠与，但是你能证明第一个这个未成年小孩有自己的财力，第二个确实确实是未成年小孩去买的，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啦，几年前有一个这个报社的董事长啊。 要帮他小孩买了不动产，结果就用，对不对？用其他的朋友，四十七位朋友，对不对？以前是十万块，哎、欸，以前是一百万呐，所以四一百万，四十七位朋友，四千七百万捐到他小孩这边来了，所以小孩就有四千七百万了。好，然后就去买不动产了，那国税局当然发现有问题了，就查了。 假定这个不是报社董事长，国税局一定会找这些人来问哦，然后用恐吓的手段，你要不要老实说？你不老实说的话，你就帮助逃漏税，要判刑的喽，啊等等，所以大概嘛可以惊出来，或者说你不老实说，我就查你的公司喽，就跟你无关，但是我会查你的公司喽，啊等等，但是因为他是报社的董事长嘛，所以国税局嘛不敢吭声嘛，看一看。 好，我、哦、这个形式要件符合了，资金流程也符合，就不敢再去追问了嘛，啊，所以也就没事了哈、啊。所以纳税没有公平跟正义啊，只有特权和技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再来，我们会谈到两千等之间财产的移转。 除非有资金流程来推定、来证明是、来证明是买卖，否则的话推定为赠与。两千等之间，两千等之间哈，那这个两千等哈范围很广。父亲跟小孩之间是一千等，哈，那祖父跟孙子之间哈是两千等哈，所以这个两千等千万注意哦。 而且包括短谢先，啊，包括小姨子，啊，都属于两千等，所以两千等之间呢、啊，有财产的移转啊，千万要注意，啊，一定要有资金流程，资金流程转账，银行转账，要不然就是支票，要不然就是支票，所以千万要去注意，好吗？好，这情况，否则的话就推定赠与，比如说父亲，对不对？把他的。<coughs> 土地过户给小孩，那对不起，除非能够能够证明说小孩真的开了支票，跟父亲来买这个土地，而且有合约书，否则的话就推定赠与啊。多谢先呐，中干哈买卖房子也是一样，要有资金流程，要不然呢、啊、就推定是赠与啊。 第三个比较常常被被逮到的，就是显著不相当代价来移转财产，推定为赠与。我就举一个例子啦，甲公司是一个营造厂，那这个董事长姓张，张三，那年纪大了，因为这个营造厂也不好经营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卖给李氏了。 那基本上来讲，营造厂啊，甲级的营造厂啊，嗯、呃，卖给卖的时候啊，虽然资本额是一亿啊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一千万左右就可以可以买到了，所以张三就以一千万卖给李四了。那这个营造厂还是甲公司甲甲营造厂嘛，只是股东变换的嘛，从对不对？张三股东变更为李四嘛，哈、哦，李四，那结果。 国税局去抓了，说奇怪啊，你这个甲公司这个营造厂的资本额是一亿啊，那为什么你张三只卖一千万给李四呢？那你一亿的东西为什么只卖一千万呢？好，显著不相当代价，所以这个差多少？差，对不对？九千万，哎、欸，克张三的赠与税呢？差九千万克张三的赠与税哈，所以显著不相当代价来移转财产。 推定是正移哈，还有一个 case 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假公司啦，它的面额啊是十块钱，哈，然后有个股东啊，我们做账上好了，卖，卖了多少？卖十一块。那国税局说，因为它不是上市贵公司嘛，所以国税局说，哎，啊，你美股的净值是一十块呢，你为什么卖十一块？ 所以，那二十块减十一块，这高科一个高科乘上说出售的股数，哎、欸，把它刻成一税哦，刻课征税。那刚好那个时段呐、啊，哈，有一个王五的股东啊，同样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，王五的股东啊，哎、欸，他被法院拍卖了，拍卖多少？哎、欸，拍卖九块，拍卖九块。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例子，因为这个是我帮他诉讼代理的案子了。我们就用个例子啦，说法院的拍卖价格是有证明力比较强啊。所以这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啊，它的当时当地的市价叫实价，当时当地的市价才是九块钱呐。它买卖了十一块，没有显著偏偏低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国税局推定的这个二十块，这个是不正确的嘛？所以真正的实价才是九块嘛。 所以没有显著偏低嘛，那后来这个税务官司好不容易啊，就打赢了。当然会打赢，都会碰到好的法官了、啊，比较好的法官才会打赢哈、啊、等等哈。所以显著实价偏低呀、啊，来移转财产啊，推定啊为正义所以这里面呢、啊、千万要注意。再来，在请求权时效之内啊。 啊，在消面时效之内啊，自动放弃债权的，推定赠与。比如说，张三欠李四欠李四两千万，那李四说啊，好朋友、啊、算了，两千万我不拿了啊，对不起，这两千万就是赠与啦，要扣李四的，对不对？放弃债权则他的一个什么呀、啊，赠与税两千万乘百分之十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扣他的赠与税。好，那什么情况之下才不会被推定为赠与呢？哎、欸，你经过。 调解委员会来调解呀、啊，或者经过法院来判决呀、啊。你告到法院呢、啊，告到法院要不回来了、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我要不不要的呢，不是我要放弃债权的呢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不是嘛？我真的是无奈拿不到的呢。你看连法院都帮没有办法帮我要回来了。我们法律呀、啊，不能够去要求啊，人民做不到的事情，哈，所以叫什么？期待可能性。 假定没有期待可能性啊，我们在刑法里面是不处罚的。譬如说一个小孩，对不对？落落水了，那这个父亲也不会游泳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去判判这个苛责这个这个父亲呢、啊？哎，你有保证的地位，为什么不去救你小孩呢？啊，他就不会游泳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要求他去救小孩啊，他去救小孩他也是死掉啊，对不对？法律不能要求做不到的，人人人民做不到的事情啊。 除非他会游泳，你才可以判他行者啦。这故意不救啊，哈、啊，这不作为杀人，故意不救啊，哈、啊，等等，哈，所以这个是有关的啊，这个所谓的哈，呃，这个、啊呃,這個、呃，推定赠与哈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啊，那赠与税里面呢，当然也有免税额啦，赠与总额可以减掉免税额。那目前的免税额是两百二十万，目前的免税额是两百二十万哈。啊 那这我们看一下税率跟税额的计算哈。那税率目前来讲啊是百分之十啊，就是比例税率百分之十哈。所以赠与总额啦减掉免税额两百二十万，然后乘上百分之十啦，那等于要缴纳的这个赠与税哈。接着我们来谈一下赠与税的这个减免范围了哈。那赠与税的减免范围第一个哈就跟遗产税一样的啦，就是说哎、欸。 诶、哎，这个捐赠给各级政府及公立的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机关的这个财产呢、啊，那是不必来课一赠与税，不必来课赠与税了哈。这第一个情形啊，第二个情形呢，捐赠给公有事业，百分之百都是官股的，那当然捐赠这个财产呢，那当然也就不课赠与税，也就不课赠与税了哈。第三个。 真正给依法登记为财团法人组织，并且符合行政院规定标准的规定免税标准的这个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、宗教团体及祭祀、工业的这个财产呐、啊，捐赠的对象啊，就是所谓的财团法人呐、啊，那也是一样的，不必来客，赠与税哈，那要符合免税标准哦。 这个受赠单位，这个财团法人必须是要符合所谓的免税标准的才可以哦，哈。那再来就是抚养义务人为了受抚养人支付的生活费、教育费及医药费，啊，抚养义务人呐、啊，为了受抚养人，啊，比如说父亲，对不对？哈，要这个抚养他的小孩，那当然就要支付生活费啊，那教育费。 或者医药费用，那这个当然，哎、欸，不必当赠予来课赠予税哈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啦，比如说张三他的小孩张四在美国念书哈，那张三呐、啊、就把这个学费汇过去了。比如说一年呐、啊，这个学费还有生活费啊，我们说美金呐、啊、要七万块，美金七万块啊。那美金七万块啊，好，那每一年汇了这个七万块没有问题。 不不必瞌睡，那假定他念大一呀、啊，结果他的父亲说：“哦，大学四年，研究所硕士班两年，好、哦，就多少六年喽。六年说博士班，好，要念五年，正常博士班是念五年呐、啊。啊，我们说四年好了，所以就十年，所以一年总共十年，一年七万，所以就把七十万的美金呐、啊、汇到。” 美国这个小孩的户头啦，那对不起，这个时候能然要扣赠与税哦，仍然要扣赠与税哈，所以千万注意哈，你只能一年一年的付哈，你不能把未来的也一起来付，他认为是有赠与行为哈。好，那因为今天呐、啊、时间的关系啊，就跟各各位同学说明，报告到这边，那其他的务必要请同学呃详细去看课本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